看看这个坡度相当大，哇，瘆得慌啊！下面进入山区了，山区的这个路啊就是这样啊，好走，要是没有刹车的话可就麻烦了，你光是前刹的往前遮呀，所以这个脚刹很重要，在这个下坡的时候，哎呦，看这个方向都很难控制啊。这都没有给油啊，就这么快了。进入到山区啊，就这样。你看，这个就得冲了，加速冲上去。好了，你看又是下坡。香蕉很多，哎呦，这大下坡，哎呦，刹车很重要，你看，哇，这弯拐的，哎呦。小镇子了，很多路都是这样，一个镇子，然后又到山区，一个镇子又到山区。看看，山上的人就住在这个环境下啊。小松没有选这条路啊，回来的时候选了这条路，这条路比较近一点，但是都是山路，挑战一下自己啊，骑摩托车走这个山路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这种路比较平坦啊，你看又上坡啊，冲，角度特别大，炊烟有，哇，这个大，哎呦，哎呦，完了，没有劲儿了。
那摩托车太给力了啊！是的，看着山，这边的云，好了。这又是到了森林了，冲啊！冲！现在是三档，油门已经给到头了，没有劲儿了。汽车还行，没劲儿了。哎呦，我赶快加速，有上坡有下坡，省油费刹车呀！哎呦，哎呦，看不见了啊！天黑了。这必须得后刹车啊，前刹车会遮的。这坡可大了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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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哎呦，上坡了肯定，哎呦，上坡了。过了一座山了，又到了一条河，跟着这大车走吧。
累了。路了，哟！哎呀，后边路只能自己走了。